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突然听到房间传来了敲桌子的声音，我进去一看，喂，这桌子怎么又长出了一卷胶带？ Hello， 这里是新社团萌芽社，快来试用看看吧。啊，这居然有新社团自己来串门了，那就来安排一个沉浸式拉图鉴加手账吧。百天挑战，从手账小白到账圈大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白，这是我入坑手账的第六天。上次的手账 PK， 我居然战胜了穷婆，又赢了两条新胶带，简直太快乐了！为了庆祝本小白的第一次胜利，当然要来个装备新升级：奶油花边胶带、文字胶带、小麻薯镊子、小麻薯铲子、点石荧光笔、小麻薯梨形纸本、普乐士涂氟剪刀。 get 了满满一桌新工具，我迫不及待想做一个新手账了，就用刚刚赢回来的新胶带开线吧。如果你们也想入手评价好用的手账素材，点左下角进入 PDD 物美价廉好店，都是博主测评过的，搜多多宝藏店直达，点左下角可以 get 宝藏店券包，50到88欧不等，领券再买，价格减半，快冲！话不多说，开始做手账吧。入了花边胶带，当然要立马用上。再用新入手的镊子，优雅丝胶带。有了镊子，比用手指方便多了。文字胶带也安排上，再用荧光笔画上文字线，最后用可爱小铲子压平平。这次装备升级后的手账你喜欢吗？百天挑战，从手账小白到账圈大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白，这是我入坑手账的第五天。今天我要和穷婆 PK 提拉多手账排版，获胜的人还能再得到两条新胶带哦，我们的胜负由你们决定。那么比赛开始，手账小白拿出素材，拿出我的 Wix 本本和月亮笔刀，在两款胶带之间纠结选择，决定用这个提拉多彩色甜品出战啦。来做一个甜甜的提拉多排版吧。手账穷婆拿出素材，依然是万年如一日的普通横线本，还有这个朴素的笔刀。拿出富婆送的提拉多胶带，就用这个多多乐园应战吧，做个有趣的游乐园手账。手账小白开始排版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切割胶带，打算做个紫粉双拼的排版。本小白还没买镊子，只能先手撕胶带了。
紫色和粉色的贴贴都要安排上。小白的提拉多手杖完成了。穷婆开始排版，穷婆拿出边角料，收集了很多格子便签，排版可以用上啦。切割下可爱的游乐园图案，这个笔刀虽然丑丑的，但还挺好用的。然后依然是熟悉的手撕胶带。用双面胶把格子便签贴好。穷婆的排版也完成了。这次的 PK, 你们觉得穷婆赢了还是小白赢了？快来评论区投票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兔在手杖圈摸爬滚打了一圈，今天决定让火气圈滚一滚。第一步，上工具，超豪华三层火气套装，里面有熔炉、火气勺、镊子、搅拌棒、张柄，满满当当15个张头。三盒蜡烛，两盒蜡烛，一盒十色，一盒24色，两个粉嫩的硅胶垫，金属上色笔，满满一箱的工具，仪式感 up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沉浸式玩火器吧。点火，放勺，上蜡里，美美开选。先来一个梦幻的紫色，添加一粒小白，融化出奶乎乎的紫色，有点好看呀。再来一个少女心粉色系，这颜色好绝，呜呜，太美了吧。 OK, 挑战装备升级，加入更多配色的蜡粒，再来一盒珠光吧，还有这款绝美的胶人类，再加入更多貌美的张头，还有这个超迷人的玫瑰园系列，曼妙的玫瑰，就用这个黑木朱砂试试。这个配色和玫瑰也太搭了，且描一下就更绝了。最后用珠光蜡搭配橘墨粉黛，有点紫别致。这些就是我第一次入坑做出的火漆印了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的神奇书桌长出了一个锅盖啊，这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小麻薯的星座胶带，旁边又有小纸条。下单人梦菜式小麻薯巨蟹座手杖，烹饪方式沉浸式。这是在点菜吗？不过没问题，本手杖大出鸡蛋了。第一步，取出并检查食材。第二步，精细切菜。第三步，仔细备菜。第四步，开始下锅烹制了。那就话不多说，一起感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吧。妈妈点单的小麻薯巨蟹座手杖出锅了，你们觉得做得怎样？